好啦，繼續接入嚟到第七組嘅1050米嘅短途集啊！好啦，開集嘅時候咧，咁啊有隻馬大慢集啊，功明顯下，好彩捉翻住夠 fit 啊！好啦，咁啊睇翻前面嘅馬啦，咁啊放咗出嚟嘅馬咧就係嗰只精益大師，咁佢都係快啲噶啦。第二位嘅馬就黃龍飛將啦，咁啊第三位啊外邊肥仔精神啦，咁啊入邊有會展二號兩隻馬都好近噶啦。第五位嘅馬就貓山王啦，過咗佢啊金玉良言啊，咁啊響後邊嗰只就神來之筆啦，墮咗馬嗰只咧就功名顯下嚟噶，咁啊好啦，咁啊轉彎啦，前面咧就精益大師肥啦，跟住第二位就黃龍飛將啦，會展二號嘅第三啦。第四位的馬金玉良言咧就外邊上咗嚟啊，肥仔精神第五，後邊嗰兩隻神來之筆啊上咗嚟，亦都過咗嗰只貓山王啊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啦，精益大師啊拋離咗大約半個身位，但係黃龍飛將已經個勢上嚟要過噶啦。黃龍飛將贏出呢個大集，精益大師啊第二，第三個會展二號啦，第四肥仔精神同埋出邊嗰只金玉良言近嘅，咁啊後邊嗰兩隻啦，神來之筆同埋貓山王啊。